过健康生活，欢迎大家收看由无限极独家冠名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我是季玉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要和大家聊的是一个让您头疼的话题。本身呢，这个事儿就是头疼。啊，昨天我们提到呢，可能更多的啊，我们出现的是偏头痛，而这种头痛呢，是由于血管性痉挛所引起来的。那除此之外啊，你可能会说我这个头痛啊，不是偏头痛，但有的时候呢，也多少会出现这种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头疼的反应。那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引起来的呢？给您来说一说啊，我们看看第一个问题。那以下哪一种疾病啊，也有可能会导致头痛呢？这个可能就要引起我们大家的重视了啊，都是一些疾病，是气管炎、肩周炎还是颈椎病呢？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这三种病生活当中大家耳熟能详，尤其是颈椎病。近年来大家听得特别多，然后我觉得气管呢是这个部分，肩周呢是这个部分，颈椎呢我觉得相比较而言离头近一点，是不是？就近人和吗？那也差着一拃呢，得差着小一拃。但是比起那个肩周和气管好像稍微近点。但是它有炎症啊，它有炎症啊，颈椎也会发炎呀。所以这一下子还真把我们给问住了哈。那我们看看现场的观众们是否清楚这个问题啊？来看大家的选择。我们绝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颈椎病。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啊，也有可能会引起头痛？你要想治好这头痛，就得找准这根儿啊。那到底这根儿在哪里呢？请出专家，让他来告诉您。掌声欢迎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罗芳教授。好，罗教授，欢迎您。在座的观众选的是正确的，在临床上颈椎病是容易产生头疼的。颈椎病产生的头疼呢，又叫做颈源性头疼。顾名思义嘛，就是颈椎来源的头疼。但这类头疼呢，特别容易被医生误诊，是因为它的病根在颈部，而疼痛在头部。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忽略到颈部的病变。对，就光去看这个头疼的事儿了，把我们这个根儿给忽略掉了哈，还得治根儿啊。那好，先请您落座，慢慢给大家介绍啊。不过真的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医学常识的老百姓来说嘛，我们经常就会头疼一头了，脚疼一脚了。您在这个病例接触病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其实是找不到这个病根儿，也就是没有想到颈椎病会引起头痛的？是这样的，临床上颈源性头疼经常被误诊。我前不久接诊一位老大妈，她的症状就是头疼。那么老大妈也很固执，她认为就是头部的问题。那么在其他科室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头部的检查，就包括头部的 CT， 甚至连核磁共振都拍了，头部的血管也做了，就差没做有创的腰椎穿刺抽出脑脊液来查头部的病变了。那么我们将她这个头疼的特点考虑为老年退行性病变颈椎病造成的头疼以后呢，按照颈椎病进行治疗，病情得以缓解，这下老大妈才信服了。哦，原来我的头疼是颈椎造成的。所以啊，我觉得这期节目也给大家提一些醒哈，您别光想着我这现在这脑袋疼，整天疼，就光是这个脑袋是不是出了问题，咱们还得往其他的方向想一想，找一找病根。第一点给大家明确的就是，如果您颈椎不好，有颈椭病就有可能会引起头疼，这事儿你能想明白吗？颈椎要有病了，那就颈椎疼呗，那怎么还会带着头疼？说这就不明白。这是由于头部和颈部的神经支配所决定的。我们下面一起看一下，了解一下头部和颈部的神经支配。从这个人体模型上看，这种绿色的线条就是我们的神经，颈部的神经发出来以后，从后枕部向顶部放散，因此呢，从这个神经解剖的关系上看，颈椎病是容易造成头疼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刺激到了颈椎的神经，特别是高位的这些神经，不管是椎间盘突出症啊，还是骨质增生啊，还是其他的关节的蜕变呀，都有可能刺激到这些颈部的神经。颈部的神经发炎以后，它就会在颈部神经支配区域内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疼痛。那么如果颈椎的炎症不消退的话，这种疼痛就无法制止。哦，常会说那个颈椎病，颈椎病就是颈椎那块骨头有一些错位了，压迫到神经了。
所以这个地儿的神经就会影响到我们往上走脑袋的一些神经反射，是这个意思吗？是这样的，颈椎呢分为几大部分，高位的颈神经会产生头疼，这个我们临床上容易被忽略，但是我们好多病人都知道颈椎病容易出现颈肩臂疼痛甚至手麻木，这是由于颈椎的病变的位置不同所导致的。高位的颈椎病往往产生头疼，而低位的颈椎病会产生颈肩臂痛。哦，那咱们得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哈，有没有观众啊，哎，发现我现在这个脑袋疼就和我这颈椎病是有关系的。二号观众，我都是多少年，十年以前了吧，我就感觉这个头疼，有的时候走走路就晕。哦，然后我就去医院了，去医院检查一下，一检查说的你这头疼怎么给你检查，我说就是头疼，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不出来。后来一检查就说你颈椎有毛病，你去排个片子去看看吧。结果一排片子一看，真就是颈椎压迫这个上神经。您能给我指指吗？一疼起来哪儿疼？也是半拉头疼，就是脑袋这个地方说不出来，就头疼。那我们得请教一下罗教授哈，要是颈椎病带来的头痛是光是这一片疼吗？它可以出现在颈椎神经所支配的任何的部位。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可以是枕部，也可以是顶部，也可以是颞部，也可以是额部，甚至非常少见的一部分颈椎病产生的头疼还可能会放射到面部。颈椎病还有很多其他的类型，颈型颈椎病呢俗称落枕，这是最轻的一种类型，它是颈部的肌肉筋膜的炎症造成的。但是什么时候颈型颈椎病会发展为头疼呢？就是当从颈椎发出的神经支配枕部、颞部、顶部的这些部位的神经受到颈部局部组织的炎症的刺激，神经发生炎症的时候头疼就会来了。嗯，也就是说按说可能现在那个家里面人出现的是比较轻度的，是的啊，但是到了重度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仅仅是疼了，而且这种疼呢它还会具备一些特点。咱们来看看严重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疼痛。看下一个问题，那颈椎病引起的头痛严重的时候它是怎么一个疼法呢？您看看您现在这个疼啊，对应一下是不是出现了，是持续性疼、跳着疼，还是时断时续的疼呢？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我因为我没有颈椎病，就是胀的，但我觉得您记得咱们昨天那个叫偏头疼的时候，那我倒是疼，我那就是跳着跳着疼。对，所以我觉得这颈椎病应该也是跳疼吧。嗯，那我们来看看，可能对于这个问题啊，绝大多数观众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先看看大家的选择如何啊。绝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时断时续的疼，就一会儿疼，哎，一会儿又好了。是不是这种疼痛的特点就反映您的这个疼痛啊是由于脖子出现问题引起来的？等一下广告，让专家来给您明确一下。无限极提示您，健康之路精彩继续。身体的哪些疾病会引起头痛呢？好，欢迎大家回到由无限极独家冠名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刚才呢咱们了解到哈，真的要是您有颈椎病的，哎，也就是这个颈椎啊骨头发生问题之后压迫到神经，也会引起您头痛。而那这种疼痛是不是有一些特点啊？给您明确一下，这个疼它是持续性的痛啊。为什么这个一严重了它就会持续性的疼呢？是这样，这道题问的是颈椎引起的头疼严重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实际上在临床当中，轻度的颈源性头疼它可以是时断时续的，因为颈部的炎症不是很重。那么如果发展到严重的颈源性头疼，那么意味着刚才我们讲到了颈源性头疼的发病机理是颈部的神经持续性的炎症。那么这种炎症如果持续存在，我们没有给它治疗好转的话，那么头疼就是持续存在的。它是区别于我们上一集提到的血管性头疼，血管功能改善了，血流量正常了，头疼会突然消失，病人就像装的一样。那是因为它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嗯，然而颈椎病导致的头疼，颈椎是发炎的，这是装不出来的。就是我很想了解，如果这种疼痛要是持续的话，通常会持续多长时间啊？如果炎症不消退，它应该是持续存在的。但是临床上一天24小时一直都痛啊？是的，除非睡着了以后，他感觉不到了疼痛。
那是会持续几天几个月？是的，临床上病人颈椎发炎以后产生了头疼的持续性的发作，那么病人就可能会来到医院就诊，医院根据他的情况给予他消炎的治疗，炎症消退了，头疼自然就缓解了。下面我们一起看一下颈椎病引起的头疼的特点。严重的颈椎病引起的头疼又叫颈源性头疼，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持续性痛，这是区别于偏头疼慢性反复性间断发作的特点。它这种持续性的疼痛是源于颈椎的神经持续性的炎症存在，对颈神经的持续性的刺激，所以严重的颈源性头疼是持续性的头疼。由于颈神经的支配是一个从后颈部一直支配到头顶部的这种方向，那么颈椎来源的头疼它也是一个从颈部向头部放散的特点。同时由于颈椎病造成的头疼病根就在颈部，仔细去询问患者的时候，患者也会告诉你颈椎也有不舒服，一般会出现颈部的僵硬不适。我们医生为他进行查体的时候会发现他在颈部的这些神经的投影点会有明显的压痛。那您像这颈椎病，我感觉好像是一般上岁数人可能会多一点，因为他骨骼呀什么的都生理的有点走下坡路了，那年轻人的这种情况多吗？临床上我们都知道颈椎病是老年病，对，是老年的退行性改变。那么在老化的过程当中会难以避免会出现这种疾病，但是呢随着我们现在电脑的普及，颈椎病确实有年轻化的趋势。特别是那些经常在电脑前长时间伏案工作的，或者是长期在电脑前工作的，颈部长期的固定的一个姿势，时间长了颈部的肌肉持续的收缩痉挛，也会使得颈部的组织发生炎症，也会出现颈源性的头疼。另外现在小孩呢玩游戏的也特别多，也是一直低头老是一个姿势，是吧？刚才专家说这个颈椎发炎就长期一个姿势还会引起颈椎发炎。对，那么长时间的固定姿势，肌肉长时间的收缩就会出现缺血痉挛，那么使得颈部从颈部发到头部的神经产生炎症。这样啊，其实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头痛的一些原因，也就是告诉大家千万别忽略了颈椎这一部分哈。那我想问一下二号的观众，您不是10年前就已经明确了这头痛就是由于颈椎病引起来的吗？那您有没有试过用一些什么办法来缓解，就除了吃止疼药之外？按摩过也了。按摩过。按摩也没好，我到现在颈椎也不好。还用过什么办法？吃药、按摩。对。还有呢？完事然后自己锻炼呗。锻炼。自己锻炼。你觉得哪个有效啊？哎，我现在没感觉哪个最有效，没好，一直没好。咱这些方法都试过，能想到的，你看，无非也就是什么锻炼啊、按摩呀、吃药，但都不行，是吧？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就特别想了解，疼痛科对于这样一些朋友们，就是颈椎病带来的疼痛，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是这样，颈源性头疼的治疗，首先我们要看病人病情的程度，轻度的颈源性头疼，那么只需要采取理疗、针灸、按摩、贴膏药，这些方法都是可以的，因为这些方法都能够减轻颈部的炎症，松弛颈部的肌肉，促进炎症的消退。但是一旦颈源性头疼比较重了，就需要服用一些药物，这些药物也是按照颈椎病来治疗的。那么这些药物就包括消除颈部炎症的药物，松弛颈部肌肉的药物，老年人还可以配合活血化瘀的药物。那么如果以上的几种口服药物都不能够改善症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又要想起到正规医院的疼痛科去就诊。因为疼痛科医生会擅长采用一些局部阻滞、微创介入的方法来帮助患者消除颈部的炎症。您刚才说那两招哈，一个是神经阻滞，还一个是微创介入治疗。微创，但是我们可能对这些方法并不是特别了解哈。您之前那期节目当中跟我们说，在脖子上打一针治这个什么偏头痛，现在我们要是缓解这个颈椎病带来的头痛，那得怎么办呢？如果要缓解颈椎病产生的头疼，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医生也会采取一些注射的方法。这往哪儿打呀？是这样，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个图，我们会根据病人的头疼的特点进行相应的查体，发现这个患者一侧的枕大神经、枕小神经、颈二横神经有明显的压痛，这种压痛在正常人当中是没有的，而发炎的颈椎就会出现局部的压痛。我今天正好带来了一些平时应用的注射器和针头，我就借助这个模型给大家讲一下头颈部的注射。我们一般用一个5毫升的注射器就可以了，它的针尖是比较细的，穿刺起来没有明显的疼痛的感觉。我们会由护士配好了药水以后呢，应用注射器注射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三个部位上，比如说枕大神经、枕小神经、高位的颈二神经横突，我们会在这些部位注射消炎镇痛复合液。那么我们这几毫升的药水儿通过医生的帮忙直达患处，它的治疗作用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你如果不通过这种方法，那么这几毫升的药水儿恐怕要让病人吃药的话吃一脸盆，可能局部也没有多少的剂量。这种方法应该说是最直接最准确的给药，所以效果就会特别的好。对，我们疼痛科医生的杀手锏就是应用注射的方法帮助患者把消炎的药物直接送到他的患处，而其他部位没有炎症的地方是不需要用消炎药物的。打完这一针能不能把颈椎病也给治好了呀？颈椎病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临床医生通过不管是吃药也好打针也好，只能消除颈椎病出现炎症的时候的这种炎症刺激，但是颈椎病医生是无法缓解的，恐怕只有找神仙才能够根除颈椎病了。这个也是缓解我们头痛的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是的，是针对特别严重的一些颈椎病带来的头痛的朋友是比较适用的。那您现在说我这个头痛啊没那么严重，只是轻微的这种颈椎疼带来的头痛，这个时候呢，通过一些颈椎的锻炼运动操也是可以帮助您来缓解的。那怎么来做呢？让何博士教给您，有请何家。好的，小季，那接下来啊，我就教给大家一套这个颈椎的保健操啊，有请这个嘉宾连续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连续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现在呢，电视机前肯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么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学，好不好？好，来，大家都站起来吧。那么这个保健操呢，总共是三节动作，总共是三节啊，都是挺押韵的。我们用这个顺口溜来教给大家，好不好？好好好。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叫做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开飞机，不是，要一直拍到110啊？怎么做呢？来，我们来给大家示范一下，非常简单。你拍一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右手拍左边的肩膀。头往右边看，好，然后再拍一下，左手拍右侧的肩膀，头往左边看，啊，来回的动，这个就是你拍一我拍一，一直拍到110，拍的次数要多一些，一直要拍到110下。而且呢，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10，所以我们就把它改成一直活到110好了。行行行。所以我们带着大家来做一遍第一个动作，来，预备起，你拍一我拍一。一直活到110啊，这是第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动作呢，叫深呼吸，下蹲起啊，什么意思呢？现在大家把自己的双手啊放到自己的后脖梗的这个位置，好，然后跟着我说，我们先吸气，抬头，仰头，吸气，好，呼气的时候下蹲，头低下来。那么这个动作啊，如果蹲不下去，就不要蹲，不要太用力了。好，然后再吸气仰头，然后呼气下蹲，这个叫深呼吸下蹲起。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锻炼自己脖子后面的这个肌肉。大家注意啊，这个手呢还要稍微的用一点力往前，然后头呢尽量往后仰，有这个对拔拉伸的这个劲儿在里面。同时呢，这个下蹲再起立的动作啊，其实呢也可以改善我们这个颈部的血液循环，可以有助于缓解偏头痛。那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本身血压有问题，高血压或者低血压的病人呢，这个动作啊就一定要量力而行了，不能蹲得太深啊。我们再来一次，这次我们俩可以蹲得深一些。好，观众朋友呢，量力而行，我们再来一次啊。深呼吸，下蹲起。好，起来的时候仰头，
在吸气，然后呼气的时候低头，好，再起来，这是第二段。那么第三段呢，叫做十点十分去看戏，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先说什么叫十点十分。我们先把这个手伸平，就像这个表针啊，这个钟表九点一刻的这个位置，对不对？好，十点十分要怎么样呢？抬起来，十点十分往上抬，大家可以感觉到肩膀在用力啊。要去看戏，大家想一想，看戏是什么动作？看戏就看呗，不是？不是躺到椅子上看。那大家记不记得您看过有一个黄梅戏叫做《夫妻关灯》，看过没有？没有。哎，你想那个去人潮人海当中去看戏的感觉？哦。哎，这样，哎，脚要垫起来，然后呢，头要往上仰，一直仰着还动呢。啊，大家试试这个动作，我们来一遍啊。来，首先伸平，那十点十分，手心不用都朝上，这个没有关系，朝上朝下都可以。十点十分去看戏，看看，往前看，往很远的地方抬头看啊。大家注意啊，你要感觉这个脚垫起来的时候呢，哎，这个整个的这个脊椎啊，从腰到背一直到颈椎都一直在往上拉。你想前面有很多人挡着你，你要往前看。那个手是看戏的时候也得看戏的时候，哎，就要伸起来了，哎，就要起来了，哎，起来起来，我要看我要看。好，那这个动作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啊，这个整个的脊椎啊都是有拉伸的感觉的啊。所以这个动作，这些动作其实都比较简单，大家学会了没有？好，我们从头来连着做一遍，好不好？好，来，准备好了吗？好，预备开始。你拍一，我拍一。一直活到101。好，深呼吸，下蹲起，深呼吸，下蹲起，十点十分去看戏啊。那经常练习这样一个动作呢，有助于保持我们的颈椎的健康，缓解偏头痛。那谢谢连续小季。好，谢谢何佳博士啊。做完这些运动之后呢，的确感觉到我们的颈椎会舒服一些，也就是提示着您下回啊，您再持续性的头痛，那怎么治也不好的时候呢，哎，就要想到是不是我们的脖子出现了一些问题，就要治脖子了。除此之外啊，再给大家提一些醒啊，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可能被您忽视掉了，它也有可能会引起来头痛呢。咱们看看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那您会说我现在就有高血压呀，那出现什么样的头痛的时候就有可能是高血压带来的呢？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那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疼法呢？您还是要对应一下啊，是过电般的那种抽着疼，还是钝痛，还是麻痛呢？其实第一个和第三个好理解一点啊，这第二个钝痛，我得先请教一下罗教授，这钝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呀？实际上，钝痛就是一种区别于尖锐性的疼痛，比如说刀割、撕裂、针扎，区别于这种尖锐性疼痛的一种比较迟钝的疼痛。就在脑袋里头的那种疼是吗？闷着疼。对，是那样的一种感觉。那好，那到底是哪一种是属于高血压的疼痛呢？现场100位观众，先请表达意见。连续家里人是有高血压的，对，是吧？他们会怎么描述自己？我正要说这事儿呢，因为我昨天说我父亲脑袋疼、头疼，其实我今儿才知道，原来是高血压引起的。啊，他颈椎也不好。啊。然后他怎么疼呢？他偶尔也会疼，但他比我疼的还少。一个月疼一回，也就一两回，犯高血压或什么时候疼，但他也说不出来有什么疼的方法。所以一般来说，只要是疼，就挺难形容那种痛苦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哈。对，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了解程度啊，哪一种疼呢？咱们看看大家的选择，非常接近的一个选项，就是我们可能真的是搞不太清楚到底哪一种疼啊是高血压带来的。那给您明确一下啊，你要感受一下，当出现头钝痛，这可能就是血压比较高了。您看，我觉得从选项上啊，只有1/3的观众选对，另外2/3观众都选错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事儿并不是特了解。他怎么就血压上来了，脑袋也跟着疼呢？首先我们要知道高血压头疼的机理。高血压病人如果血压控制良好的时候是不会头疼的，
所谓高血压头疼，一般是指的最近这段时间患者的血压控制不好，血压突然升高了，那么这个时候病人就会出现头疼了。高血压病人血压升高以后，同样会造成脑血管受到血流的冲击，痛觉纤维感受到疼痛，那么就会发生头疼。通过上面的对高血压头疼的机理的解释，大家会清楚，那么高血压头疼实际上也是一种血管的刺激。所以呢，像 A 和 C 过电样的疼痛、麻疼，主要是神经发生病变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疼法。那么高血压头疼除了多数常见的这种迟钝的钝痛以外呢，实际上还有一些病人有胀疼、跳疼、搏动性头疼、深部的这种压迫感都会有。嗯，您看像我哈，身边也有一些这个高血压的同事啊朋友们，好像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描述自己血压高的时候会疼痛啊，是不是得高到特别高的程度他才会有这种头疼的反应呢？是这样的，如果一位高血压的患者平时通过药物治疗血压控制非常满意，在140-9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患者是不会出现头疼的。但是如果血压控制不良，血压突然升高，超过了高压140，低压超过了90，那么患者就会出现一些高血压头疼的症状。咱得问问连续，你父亲要是就血压高的时候头疼，他都怎么办呢？他就吃降压药呗，他可能觉得我他自己久病成医了，我是不是血压带的？吃点降压药，但也不是当时吃完降压药就什么，基本上休息个一天或睡一宿觉，第二天就会好点，但是第二天好像还会有点疼，是吗？但是慢慢的有一个特别缓慢的两三天的一个衰退期，那是得吃药再加上休息，对于父亲来说才管用，对对对对对，那是得把这两招全用上吗？是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通过吃药休息调节了脑血管的功能，那么脑血流量恢复正常了，减少了对疼痛纤维的刺激，头疼自然也就缓解了。但是临床上千万不要放松警惕，因为高血压的患者一旦出现头疼，他有可能是脑中风的信号。就是脑梗了或者是脑出血了。是的，那这是很危险哦，是要命的哦。对，我们就接诊过这样一个患者，他就诊的时候主诉是头疼，但这个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的病史，那我们首先要测量他的血压，我们测量以后发现他的高压已经到达了200毫米汞柱，低压也达到了14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初步判断他是一个高血压性的头疼，我们就会让这个患者尽快的到急诊室去控制他的血压。这个患者呢，在去急诊室的路上就发生了意识不清，叫也叫不醒了。后来一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破裂，脑出血了。幸亏及时的抢救，最后他终于是转危为安了。除此之外，咱们看看还有哪些疾病也可能会带来头痛。来看看下一个疾病是引起头痛的是。肿瘤，这肿瘤是指哪儿？脑袋里长肿瘤吗？是的。这个为什么也会引起很强烈的头痛呢？因为颅内的空间是有限的，那么颅内的组织包括脑组织，包括脑的血液，还有包括一些水，那么如果这三样东西任何一样东西增多了，那么都会出现头疼。那么如果我们的脑组织发生了病理性的改变，长出了肿瘤，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它都会占据一定的容量，当它占据容量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升高了颅内压就有可能引起头疼。那一般我们要是头疼那么一两次的话，肯定不会说哎我脑子里是不是长肿瘤了得去医院看一下，所以这种情况是不是特别容易被大家忽视掉呢？我们医生看诊头疼的时候，首先必须明确的一点是要排除器质性的病变，特别是对那些平时没有头疼突然发作一个新发头疼，这是要非常警惕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慢性反复发作的慢性头疼的患者，他以前已经做过一些头部的检查，已经排除了一些颅内的病变，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他的现有的症状进行一些对症治疗。但是如果是个新发头疼的患者，既往没有头痛病史，一旦新出现了头疼，我们医生首先应当为他排除那些器质性的病变。所以我们就要告诉大家，当您身体啊出现什么样反应的时候，包括头疼，还有一些身体其他的反应，您恐怕要警惕是不是脑子里长一些东西了啊。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那头痛伴随着什么样的症状要警惕？头部里是不是长了肿瘤了啊？您看是呕吐、憋气还是咳嗽呢？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我觉得呕吐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一般吐都是肠胃的事儿，吃的多了或吃的不对付啊。呕吐，因为我家里边有这个头痛的病人，说我女儿偏头痛，所以她看到别人偏头痛的时候，经常有共同语言。她有一个偏头痛的朋友吧，她呢，我女儿是一会儿一次是这边疼，一次这边疼，有的时候是整个头都疼。然后她那个头疼病的朋友呢，老是一个地方疼，然后她头痛的时候呢，真的是就吐。我女儿头痛不吐，她头痛的就吐。一头痛就吐，而且是控制不住那种喷得很远的那种痛，所以我呢就选呕吐吧。那我们看看大家是否很明确这个问题啊，来看看选择是，绝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呕吐，那这是不是提示着这位朋友脑部里长了肿瘤呢？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等一下广告，让专家来告诉你。无限极提示您，健康之路精彩继续。宝宝的哪些表现需要家长警惕？一旦发现宝宝脑发育异常，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要用声音叫爸爸，叫爸爸。健康之路邀请权威专家为您详细解答，敬请。好，欢迎大家回到由无限极独家冠名播出的健康之路节目。刚才我们一直在提示大家哈，真要是您头疼的话，您还得想一想啊，是不是身体其他的地方有毛病带来的头痛呢？比如说颈椎病啊、高血压呀，都有可能会引起来。除此之外，脑袋里长了肿瘤也有可能会引起。那伴随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出现呕吐，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哎，我记得好像之前咱们讲偏头痛的时候，你也提到了哈，也有那个头痛也会伴随呕吐。就这个长肿瘤的呕吐和那个呕吐有不一样吗？颅内肿瘤的患者伴有头疼，那么它是一种颅内压增高，刺激到了颅内的呕吐中枢，产生了一种剧烈的呕吐。那么这种呕吐呢，在呕吐之前，病人是没有恶心的，不会有恶心的表现，会表现为直接的喷射性的呕吐。当然了，随着医学的进步，颅内的肿瘤也被早期的诊断出来了。真正发展到后期，颅内压都很高，刺激到了我们的人体位于脑干的呕吐中枢，产生这种典型的喷射性呕吐，这种情况是越来越少见了。它那个和偏头痛的那种呕吐不一样，就是在于它是喷射状的，是吗？对，它是一种颅内压增高，对脑子的中枢神经的刺激产生出来的一种特征性的呕吐。偏头疼的病人一般他会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会表现为恶心、呕吐，而颅内压升高的患者他没有恶心，直接表现为呕吐，吐后头疼的症状会有所下降。那就是说一般呕吐的时候肯定会这个胃部酝酿一下啊，有这个反应过程。这个肿瘤的呕吐呢，它就没有这个过程，就是刺激了什么呕吐中枢了，就直接喷出来的那种呕吐。那这应该是非常严重的一种呕吐的类型。但是您还得说细一点，因为这事儿不是儿戏啊。脑袋里长东西了多可怕，就光是冷不丁的说实话，噗就吐了，完了就头疼，还有没有别的？就颅内长东西的反应。颅内肿瘤的患者，除了头疼、头晕、呕吐这些症状以外呢，他会有其他的表现。那么表现为这个病人行走不稳了，肢体偏瘫啦，肢体麻痹啦，可以表现为感觉。那他影响了感觉的中枢，就会表现为肢体的麻痹。它也可以表现为视力，比如说我们看东西模糊了，看不清楚了，也可以表现为听力，听不见东西了。一系列的反应应该说是特别的复杂，从头到脚几乎都会有反应哈。是的，因为大脑是我们的神经中枢嘛，肿瘤的位置、肿瘤的大小、肿瘤的性质，甚至这个肿瘤的生长的快慢速度，都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神经系统的症状。我们头疼持续性的或特别觉得心里没底的，上您那个疼痛科上医院瞧去，那我们都有什么方法，怎么排除，是什么顺序？我刚才讲过，如果是新发头疼，那我们医生有一个原则叫做首诊负责治。那么第一个为你接诊的这个医生呢，一定要为你排除器质性的病变。只有把所有的有病的可能都排除了，才能下一个像偏头疼这样血管
调节失灵的这种功能性失调的诊断。这个功能失调的诊断是不能随便下的。那么对于头部，我们首先会给患者建议做的是头部的 CT， 头部的核磁，是为了排除颅内的占位性的病变。比如说肿瘤。至于颈椎呢，我们会建议患者最初先拍一个颈部的 X 光片，这个检查比较简单，而且能够迅速地得到结果。如果颈部的 X 光片提示有问题，那么下一步还应该进行颈椎的核磁共振的检查。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高血压，这个应该说检查起来是最简单的了。是的，量一下血压就可以了。这些都是能够检测出来咱们头痛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来的。其实还是回到最一开始我们的话题，为什么您的这个头痛也是最让医生头痛的事儿呢？好像这个头痛的原因非常的复杂。我身边我有一个同事，他们家儿子，按说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就经常下午2点钟准时头痛，而且头痛那点儿吧也特奇怪，就脑门这一块头痛，闹了半天也搞不清楚，说这是什么毛病啊，这么奇怪的一种头痛。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说你们家这孩子啊得的是鼻窦炎，这鼻窦炎也会引起头痛，好像就医学上能够引起头痛的病因是非常多的。是的，那么眼、耳、鼻这些结构，任何一个结构发炎都有可能产生头疼。那么比如说鼻窦炎，鼻窦炎这种疾患呢，是由于局部的炎症刺激到了局部的痛觉末梢，病人会感到头疼。那实际上中耳炎病人也有头疼，中耳炎的患者可能会造成颅内的感染，出现头疼。那么青光眼也会头疼，它的发病原因是什么呢？是由于眼压高，压迫了眼球组织，患者也会感觉到头疼。所以这头疼的原因真的还是蛮复杂的哈，还是建议大家真的要是出现头疼的话呢，最好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能够对症治疗哈。好，非常感谢罗教授，谢谢。